九十，对不对？然后下来是小腿往外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地方回去努力的帮他把他的睡一睡。好，膀胱经打开，夹大腿的肉啊，右左右左，下次左右左右无所谓。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手有没有平的，举起来的时候手臂是什么呀？平行。所以像小月就有一边高一边低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的镜子，你自己调。对，所以左右的气要一样啊。好，来开始，好，右腿，一，来哦，下面哦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下先打右脚，没关系，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不是打两边，打两边是一个胆一个肝哦，嗯，我要打膀胱经是下面的哦，来，一，来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不对，换脚，八，九。十，你看我出去是不是张开？回来，拳，五拳，好，这样，出去张开要干嘛？抓气，抓气，抓气送给他。对，对。但有时候不小心会打到自己的手，没有打到肉，那是一定过程当中